那我都把头发染黑了吗？而且我的白发都自然出来了，我再也不大想要去做这些东西。我有一点点希望看到自己是自然的老去。我觉得你要对你自己的皱纹感到有一点点的欣赏。我以前没有，我只要有一点点，我就会感觉受不了，就觉得我已经老了，甚至于拍照我都懒得看。可是这后来的这两年，开始心态上的转变。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我说、我的老花眼镜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就跟我讲，其实老不是这个样子，老是一瞬间，忽然间，对，我前两年就忽然有这个感觉。